好，现在我们开始念腓立门书一章一节到尾。好，一二三，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并听说你的爱信，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的。弟兄们，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并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十一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信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困锁中替你侍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出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十六节，不再是奴仆，乃是告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句是按肉体说的，是按主说的。你若以我为同伴，就受纳他，如同受纳我一样。他若愧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账上。我信偿还，就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你对我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弟兄啊，二十节，使你愿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在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我还要给你，还要给我准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作见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阿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好，为什么我要念这么多呢？因为如果单单讲呢没用的哈，所以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们看，我怎么样准备一篇讲章哈。开始呢，我就用我的第一个反应呢，不是看参考书的，我很少看参考书的，如今哈啊，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呢，我就开个档案了啊。档案里面呢有三行嘛，第一行呢就是何人，没关系的，啊，就改。第二呢是何时，
第三是何处。所以呢，我这三行呢，我就放第一到二十五节有什么和人在经文里面啊。比如第一节，他说我保罗，我就写保罗被囚的，其实是一个 noun 来的，名词来的，在原文，基督耶稣、提摩太、兄弟、腓利门、亲爱的同工，啊，这些在第一节写的何人？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对我的观，我们说 OIA 嘛，观察、解释、应用，我不要第一个反应呢就去写进解释。因为这个不对的，老大是观察，你的观察力量不强呢，你就靠别人来解释给你听，而别人跟你应用啊。所以呢，先呢，你要有一个纪律，都是一手的来看。啊，第二节呢，有什么是何人呢？这人物了，就是说妹子。人物呢，包括名字跟他的身份、角色啊。他说是妹子，亚非亚。啊，基布同当兵的 soldier 啊，教会 church。 第三节，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第四节，我的神。第五节，主耶稣众圣徒。第六节，有一个名词叫基督。第七节，众圣徒兄弟。你看它很丰富的啊。第八节，基督又来，保罗有年纪的，是在原文呢是一个 noun 啊，是名词，被囚的基督耶稣。第十节，我儿子啊，先叫他儿子才是他的名字。十二节，我心上的人。十六节，他是个奴仆，亲爱的兄弟主。十七节，同伴保罗，兄弟主基督。二十三节，以巴弗同作剑的，也是一个名词来的。因为将来呢，有一些很多工具呢，给你们知道的了。现在不必辩论这些哈。基督耶稣，然后呢，还有一个字没有翻译的，在中文 fellow prisoner 也是名词来的。马可、阿里大古、迪马、路加与我同行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好，现在你列了人物呢和人呢，你就大概知道啊，它的范围要讲什么，有什么特别你需要留意的，特别你留意呢重复的字啊，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说重述，就是不一定是重复，重述呢是一个字，不同的角色来看它啊。用不同的字来讲那个人，比如有时候主不是耶稣，不是基督，比如有时候有众圣徒，比如是弟兄啊，这样的来表达。好，第二个呢，第二行呢，我就写呢何时，在经文里面有什么何时的字。第四节，长第九节，有年纪的，也是一个时间的字。第九节，现在。十一节呢，他做一个对比，从前如今。然后呢，现在十二节。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但是永远得到他。啊，这些呢，这是我们查经的研究查经的最喜欢的查经法，最喜欢这些的啊。还有什么何处呢？何地呢？第二节有一个在你家，你何处呢？不一定是一个名词，一个地方的名，比如和香港不是，他用个在，你就知道他讲一个地方。在你家的教会。第十节，在捆锁中。十三节，留下替你
原文呢也是有这个意思的，有何处的地方，有何处的味道的。十三节在粪所中啊，你看到呢？十节、十三节呢也强调同一个。好，二十二节呢，预备个住处。你们现在呢，大概知道，我最少了哈，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先呢，给我知道，保罗写这封信，他有时候他用的词啊，他强调什么，或者是他的范围有什么。好，第二个，下一个 PPT， 下一个 PPT， 很重要的这个呢，我先呢，我在原文啊 ，exegesis 啊，我们说 exegesis 那边呢，我们常常要留意它在原文里面用写的方法呢，是用什么特别的字哈、啊，比如。我很强调三个的，第一是命令的语气，在原文已经有命令的语气的了、啊、下次我们再强调那个，在中文英文看不到的，只有他原文才看到，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念中文或者英文啊，看不到他用的 语气，他的设立，它的强调放在哪里的？但是呢，在原文呢，现在的网站跟你说十七节，受纳它，就是第一个命令，保罗啊。然后呢，十八节呢，保罗说，如果他欠你什么呢，跪在我身上。这个也是在原文的是一个命令语气、啊、这样我、下次教你们怎么看、啊、二十节呢望也是个命令语气，二十二节呢预备也是命令语气、啊、好，现在你知道呢这个是命令有四个、啊、在腓利门书，刚才呢和人和时和处和地啊，那个是静态的，就是不可以走什么地方的，但是呢这个命令和假设语气跟因为呢都是动态的，它有一个流程的，它可以带你走的，你强调这些呢，那个经文呢就走去下一节下一节下一节的，刚才那些呢和人啊名和时啊和处和地啊，它就停在那节里面，没有一个联合性的啊，而且没有那个力量的啊，它的本来的字都是没有这个强调的，没有这个语气的，但是呢刚才呢除了四次用了命令语气呢，它有呢，我们讲说我们在原文呢叫 Hina 呢翻译呢都是我们说英文呢 in order to， 为了 in order to 啊，这个是 Hina， 我们在英文呢有时候叫它 purpose clause， 就是目的句，你问我你怎么样知道，我就说原文有这个 Hina 那个字，中文英文呢也很难看到，英文呢有时候他用 that THAT so that 好让、啊、以致就是这样，但是原文呢它有 Hina 呢就跟你说是目的句来的那段经文，
所以你要留意目的句呢下一个动词啊都是我们叫假设语气 subjunctive。有这个 hint 呢一定有一个假设语气的动词。所以呢你在设境啊在原文设境呢你留意这个 hint 呢你就找它的动词配搭的动词。那配搭动词呢在原文呢有已经有一个字的叫 subjunctive, 假设语气。你会问我你怎么样知道因为现在网站已经放在一起的有一个 hina 呢它隔壁呢有一个动词它就有一个括号说这个是假设语气。你就知道呢你一定要分析这个假设语气的动词。因为它要为了什么嘛啊比如说我去城市为了要买我去超级市场吧、啊、我去超级市场为了就是 hint 啊, 啊为了要买菜原文就是这样如果呢作者呢我去市场然后加一个 hina 加一个目的句然后后边的动词呢就是它的强调所以呢我去市场 hina 为了买菜这么简单、啊、所以呢保罗呢在腓立门书有四个 hina 你做讲道的呢查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碰的、哦、第一个呢十三节保罗说我留他为了要侍候我、嗯、这个是他用一个 hina 为了通常呢用了侍候为了侍候一个动词呢就加强他的语气所以为什么这些叫语气的 动词、啊、为了要侍候我十四、嗯、节呢就是说欲不是与勉强但是干性也是他提高那个势力强调十五节你可以得着他不是奴仆但是超越奴仆是亲爱的弟兄他的动词呢就是得着他得一个人十九节我并不必说你也欠我这是每这是三十四十五十九节呢他就保罗呢在他的写这封信啊就提高他的提高那个动词的重要所以呢你在查经或是讲到呢就要提分析这四个字动词好所以说了两个希腊写作的工具了叫它工具、啊、device tool、啊、第三个希腊文呢常用的呢就是因为呢在希腊文叫 gar G-A-R 刚才目的句呢叫 hina 因为呢原因句呢就用 gar 1063那个 hina 是2443好腓立门里面呢有三个原因保罗放在经文里面第一呢就
就是弟兄啊，第七节，我为你的哀心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应看到吗？应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呢，第一个因为呢，第七节呢，就是这样讲，印证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所以呢，通常呢，讲到呢查经呢，我们可能喜欢哀信前面的有大有快乐。大的安慰嘛，但是保罗呢，用一个因为里面的动词呢，就得了畅快。前面后面呢，前面他有他的，太虚的道理的哈，他说明了哈，但是后面呢是在西方的作文啊，就是高胜一处的，因为他用因为呢得了畅快。好，第一个因为呢，他用在十五节。那你看到那十五节呢，你说耶牧师这里没有因为的、啊、我就跟你说因为你用中文，所以呢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就觉得呢太麻烦了，这个太长气了，这个因为实在漏了。但是你看英文呢，你看到第一个字是 before， 看到吗？所以保罗呢就用应，他暂时离开你，叫你永远得着他，这个他的思想一个高峰来的。因为所以呢，如果你分析十五节呢，就要强调你要永远得着他。二十二节呢，因为我望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也是一个因为，看到吗？好，很多人问我怎么样准备讲道呢？我就跟他们说，OIA 就是最简单的呢，观察。但是观察呢，因为我教了二十年了哈，我以前教的观察呢都没有准确的。很多人观察呢就按照他们的理解啊、经验啊、感情啊、良光啊，或者是灵修的书，但是我说不，全部都是不啊！你要看原文给你的提示，有三个最好的提示：第一，它的命令在哪里？什么字是它的命令字？你就多一点。双倍三倍分享这个字。第二呢，就是你看它的目的句有没有，就是 strong number 2443，然后后面的动词你就要分享后面的动词。好，第三，它有没有因为，有呢你就抓住，因为你后面的他用什么动词，
来分析啊。好吗？现在你们可以问我一下，问题有关这个这两个，因为对你们来说呢，可能很新鲜啊。徐建老师，你强调的这个命令假设语气，因为是提醒我们观察里面那个找重点，就在这个重点是在这里，别的是不重要，不是不讲，是吧？对，那个主要重点。啊，现用这个方法来肯定你要走怎么样走。谢谢叶牧师，我这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就是在学着，再先了解一下，先更多的学习一下啊。下个礼拜我教你们怎么找，现在给你们这个概念。好，没有，那我们就去下一个 PowerPoint 好吗？好，这个下一个 PowerPoint 呢？就是以前我用查经法的时候常常教我的，我也没有放弃它，但是呢现在我用命令语气讲那个 Hina 目的句跟那个因为句呢比较强，但是以前查经法呢常常教我们找对比渐进就超过两个字的对比重复字啊。所以呢我先讲有什么对比在腓立门书给你们知道是何等丰富，但是你记得呢这个对比渐进跟重复字呢不可能取代命令目的跟因为呢这些呢也是静态的，没有方向的，因为另外一个那个呢是动词比较有方向的。好，比如没有想过呢，有时候讲到可以说第五节爱信跟吩咐是一个对比来的。那我就说对比呢是什么？对比呢不一定是完全相反的，对比呢可能是。比如蓝色的对比呢不一定是黑色的，蓝色可以白色可以对比蓝色的，这是你讲员怎么样可以讲得清楚的对比在哪里，明白吗？啊，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呢不是年轻的，这还没有十岁了，大概第一部的电视，家里买的呢是德国来的，它有一个字叫 contrast， 这是对比。contrast 是什么呢？你要调整那个颜色啊，在你的电视的幕。所以呢你的 contrast 你要扭转多少呢就看到黑白的对比，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就是这个 contrast。 好，第八节呢保罗我放胆吩咐你，吩咐对比呢十四节勉强也是一个对比来的。所以我做讲言，我做查经的，我全部写起来有什么对比。十一节呢没有益处有益处，十六节呢奴仆变得兄弟，那左边十六节在我实在如此何况在你，也是一个对比的，我跟你。十七节的欢迎他，对吗？受纳他
对于呢，如同收纳我一样，这些种种对比呢，你先做茶经预备的时候先写起来。好，然后我说渐进哈，渐进呢，刚才我定义呢是超过两个的对比，超过两个字的对比，比如第五节呢，向主耶稣和众圣徒有爱心，爱心那个字啊，啊，然后第七节我为你的爱心，然后第九、第十节呢？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看到吗？啊，这个是用那个渐进，为什么呢？他用了三次这个爱的字。来圈，安尼西姆。如果两次呢，就是重复啊，如果超过两次呢，就变得渐进。好，第十节呢，他怎么样用圣来劝腓尼门呢？他说：“阿尼西姆是我儿子。”十二节，我信上的人。十六节，他是亲爱的兄弟。好，然后呢，这个刚才呢就是讲安尼西姆是何人呢、啊？对他来说儿子心上的人，和对他们来说是亲爱的弟兄。第下一个呢，你没有想过这个渐进啊，他就是用这个 fellow 啊，同的字啊。在原文是这样的，这个气氛很厉害的。第一节呢，我们是同工；第二节呢，我们同当兵的；二十三节呢，我们同作剑的；二十四节就回去同工。所以呢，有三个对比嘛，哈。所以呢，你看到保罗呢？他除了那个命令，Hina 目的句跟那个原因句啊，他用这些很多工具的，来围绕着他这封信的气氛的背景。好，有什么重复字呢？在右边，保罗第一节呢，整本书有三次。被囚的两次，基督七次，耶稣六次，亲爱的两次，兄弟四次。所以你看到呢，保罗呢用这些字啊，尤其是基督、耶稣跟兄弟呢，你就知道他用的那些字啊，就是很有杀伤力的，可以说啊，都是也。就看到那封信呢，你就知道他强调很多耶稣啊、基督啊、兄弟啊，所以你就大概就感动啊。我只知道保罗呢的范围是讲什么。然后第三节呢，恩惠两次，神两次，主啊有五次，这么多啊。所以你就预备查经讲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想保罗。这样做的要达到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虽然没有一定不是完全用啊，但是你预备的时候也看可以刺激你的思想啊。第四节做 make 三次，祷告两次，信心两次。那你看那信心呢？两次，爱心三次啊，你就看到他用爱心来强调啊。用四次，有圣徒两次，众两次，好
善两次，第七节大两次，信啊有三次啊，三次都是比较强调啊，安慰两次，宁可两次，求两次，困锁两次，踢有三次啊，多么厉害啊！所以你问保罗要用这些字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用的就给那个读信的受信的人呢，有什么的启示呢？这些好，其他两次了。好，刚才回去，刚才那个对比渐进跟重复，懂不懂我讲什么，会不会用？任何一段经文你就先做这个功课，不要太紧张，你要讲你的讲道将来要写什么，先准备这些给你的大概呢，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写的了。嗯，好，谢谢叶牧师，我明白了。对，嗯，叶牧师，我有一个小小问题，你开始已经选了25节前面你讲到的经文嘛？嗯，那这个是你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决定，你分开你只一次讲，还是你单单选你的段落是前面几节一到第七或怎样？之前呢已经做了什么？最重要呢分段落呢就是这个，不要那个字因为开始，通常呢是他讲一句话然后因为的，那个因为呢就不可以开始你的段落，因为这样的我去买菜，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吃，你预备你大纲的时候不是第一点家里没，因为家里没有东西吃，这样就错了，因为有个因为嘛。但是我们通常呢都是用这个因为来开始一个段落的。嗯，我开始用我们的大纲都是用因为，其实呢你呢比如这个因为我家里没东西吃呢是第五节呢，你的大纲呢不是第五节开始的，是第四节我去城市买菜，这个才是你的大纲的开始，暂时是这样啦，怎么样分一个段落，等下下个礼拜我再帮你们做很多例子。好像刚才我们回去那个因为那个 PowerPoint 有三个因为的嘛，第七、十五节、22节嘛，所以呢你第一个大纲不可以在第七节开始的，你要看第六、第五节是讲什么，明白吗？你也不可以十五节开始第二大纲，你一定是14节或者之前的，也不22节开始的，因为它有个因为嘛，这一个最好的提示。很多都不标准，但是这个最标准的方法了。那个 Hina 刚才那个因为啊之前呢有看到这个 Hina 吗？2443啊，它假设语气嘛，中间那套横式的啊，那个呢也不可以开始一个段落的，
之前呢他有讲什么的，比如十三节呢，为了他伺候我嘛。前面的十节呢，或者是十三节之前呢，我要留他在这里。所以呢，你要在前这个伺候之前才是他的开始。他前面有一句话的，我们的主要动词。十四、十五节也是，十九节也是，他不可以在十三节这一句话做一个段落的。他之前有一个开始一句话的，开始一个主要动词。比如，我回去十三节哈，十三节呢，这里说我本有意将他留下，这个才是他的开始，他的主要动词。然后事后才后面，但是我们不可以，在我为福音所事后，不可以这样开始的，你一定要十三节那边开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十四节，不是处于嘛，啊？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看到那个教吗？教就是 Hina， 为了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所以呢，你的开始是十四节前面。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好，十五节也是这样。好，十五节呢？十五节那边呢？他暂时离开你，永远得着他。所以大纲就是这样来的。刚才因为那边呢，第七节呢，前面是什么？弟兄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这个是主要句，然后因为才是后面，所以呢，你要开始主要句，有大纲。十五节呢，你要看前面啊，他暂时离开你，叫你是叫，看到吗？这个。叫你永远得着他，就前面呢、很简单了，都是不要在一个思路砍了两边，后面呢当着你的开始，明白我意思吗？还有问我吗？关于这三个 PPT， 第一个 PPT 呢，就是讲呢，你先找何人、何时、何处，这个呢不可以帮助你全部，但是帮助你5%的思路，给你很清楚看到什么。然后呢，下一个 PPT 呢，讲命令。Hina 这是目的教啊，因为那三个呢就可以帮助你的思路啊，是75%的，很厉害的啊。你会看这三个呢，你大概就知道的保罗用希腊文的力量在哪里，字的力量在哪里。这三个哈，然后呢，也第三个 PPT 也给你知道，他刚才那个有方向的嘛，这个呢对比呢渐进呢重复呢，也是好像第一个 PPT 这样给你多一些考虑，保罗用的字有什么特点，
这个特点呢未必有方向的，好像这个命令这个目的句跟应位置，但是呢这个呢也刺激你的保罗写信的美感啊，他的艺术啊，或者是他的矛盾，怎么样用很多矛盾来张力来劝那个受信者。好，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就休息五分钟这样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到半我们就开始第二段落好吗？好，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啊，然后第二段落呢我就教你们从腓立门里面怎么样讲第一大点第二大点第三大点这样啊，给你们知道。谢谢。好，休息一下。好，我就刚才你们看到那个就尤其是那个命令句，命令语气，目的语气，跟那个因为句，我就通常很喜欢用三大点的，我用四第一点分析给你们听啊。我们暂时呢就先讲了三大点啊，然后呢将来呢我们讲引言跟那个结语啊，但是三大点我们先讲啊。第一大点呢我们就是说第一大点呢我们通常就是用原则啦啊，原则大纲。原则大纲呢是超越时间的大纲，不是时间限制的，所以你看到呢大纲没有保罗啊，没有安尼西姆啊，没有腓立门那些字的啊，大纲呢就给每个人一看到呢就知道怎么样做成为什么的人或者相信什么 啊，所以第一个大纲呢我就说我们呢要全心全意贯顾，因为我有双语的背景啊，所以我就扩在里面的英文 attend to all passionately 啊，就像其他保罗是写给教会的，不同呢，就是他现在。这是写给一个人的信啊。保罗在书信上开始呢，虽然他在监狱里面，但是他的开始的第一句话就是感谢神。尽管保罗四次提到他在监狱。第一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三节，但保罗的第一个动词用来形容自己的状况是我的。保罗听说腓立门的哀心，并他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英文呢是分开两个的，但是中文呢没有的爱心信心啊，他就以感谢来回应。然后呢同工在第六节，同工的意思是团契啊，团契相交和在主里面的信心分享的结果呢是有什么呢，他们呢就显出功效，功效呢原文呢就是能力 energy 啊，
就是一个资质，就是能力加在好的知识、益处和可能两者都是。最重要呢，重要呢，就是强调呢，就是感谢看到他们在爱心里面，信心里面能够产生的功效，这个 energy。所以保罗为这个事情来感谢。然后呢，保罗下一个 PPT 可以换下一个。有吗？啊，有了。然后呢，保罗的主要的论述是他和其他人大有喜乐，大得安慰，应众圣徒的心从他得了这个畅快。大喜乐在原文啊 Paulus，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学叫 Pauli 的哈，只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一次，就在使徒行传八章八节那边哈，因福音神迹启示给撒玛利亚人带来大喜乐，这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保罗感谢神，因为看到腓利门的见证里面带给众圣徒大喜乐，就如撒玛利亚人听到福音这么开心。记得撒玛利亚人的背景呢，他们虽然是彝族，但是那些撒玛利亚人不被歧视，不被认为是没有资格得到福音的。所以呢，保罗用的这大喜乐也有他的方法的。然后呢，那个安慰啊，那个翻译呢也是劝慰啊、恩情啊，这些的字了哈，是得到在主里面，你马太福音11章18节得到的安息，也是这个字啊。总而言之啊，应着腓利门在教会和在信徒中的供着，他的见证，他教会们呢就得到这个喜乐。然后呢，他们呢坚固这个教会，就得到教会就很有安慰，因为这个安尼西姆，腓利门的榜样啊。好，下一个 PPT。腓利门可能是一个赞助者和支持者在教会中，但是呢，不是指着他的物质上、他财政上，或者是他具体上的供应，而是因为他的榜样在灵性上、情感上和启发上贡献别人，因为保罗用喜乐那个字啊，安慰。这不是有关金钱和食器，不是有关食物和，而是他提供的团契，不是有关富有或者是房子，而是他对别人的欢迎而接待。这个腓利门被赞赏，并不是因他的领导才干，而是他的爱心；不是因着他的财政，而是他的信心；不是他的鼓励、他的工作，而是他的热情。好，就讲完第一大点的内容了啊。
你这样听呢好像不是很多字啊哈，但是呢 你去数一数呢，你就看到呢这里大概有500个字了。500个字呢通常呢都是五分钟吧，七分钟吧，看你讲的快或者是慢，而每个字呢你可以讲清楚多一些，因为我的字呢很少的哈，因为我通常讲的英文讲到的总是30分钟的，所以有限啊。所以第一大点呢我就强调按腓立门，保罗呢感谢神，因为这个腓立门的爱心的心性所发出的功效给整个众圣徒，所以呢我的大纲呢要全心全意的关顾教会了。好，如果你看内容呢，我就用感谢来对比他的监狱里面的情况啊。第二大点呢，第二个 PowerPoint 呢，我就要讲出教会的气氛，有喜乐，有安慰，然后第三呢，我就在分析，用对很多对比来分析，就是说他带来给教会的呢，虽然他是一个奴隶的他有很多奴隶嘛，在奴隶在家里面呢、啊，他这个财富翁嘛，可能是啊，但是保罗称赞他呢，是称赞他的爱心，所以我用很多对比啊，我刚才我教过你们呢，用对比嘛，啊，圣经很多对比。所以呢我自己呢讲到的时候我用很多对比。如果你看第三个 PowerPoint 呢，你看到一个第一行你就看到不是在物质上的供应，而是指他在灵性上情感上和启发上的供应。然后第二个这不是第三行有关金钱，而是士气，然后第四行不是然后第四行还有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然后第五行后面有一个不是，然后后面呢第五行也有一个不是，第六行有一个不是，看到吗？一个段落里面呢，我用了八个不是，所以呢，我用很多 contrast 呢，来打气啊，给那个气氛出来。如果呢，只有说爱心啊信心啊关怀啊那个呢讲来讲去呢都是有它的限制，但是一个沟通呢写文章啊的最大的力量呢都是这个对比呢可以搞到一个经文呢显出那个经文的张力，而也有他的故事在当中，好吗？第一个大纲就是这样。将来呢，下个礼拜我带你们走呢，
就教你们看哪一个是主要动词。你会很惊讶，保罗呢说我祷告，保罗呢第一章呢第四节呢，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第一章四节啊，这句话呢其实呢只有一个动词，主要的动词就是感谢。那个祷告呢，通常讲到呢很多人讲祷告的，但是在原文呢你知道这个不是它的主要动词，它叫我们英文叫 participle， 叫中文呢就是叫分词。分词呢的功能呢都是分出去的，这是讲如何的，就是说第一章四节我祷告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吗？他加了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不是讲，这讲了分词，他用的功能就是如何或者是何时，时间通常是用时间的，时间是如何。跟我祷告的时候是个我们说附属句来的， subordinate 来的，不是它的主要的动词。它的主要动词呢就常为你的那个动词呢只有两个，一个是祷告，一个感谢。你要选择是感谢，因为感谢呢在原文呢是我说直说语气。那个祷告呢我们说分词来的，分出去的，不是它的主要的动词。所以呢这些呢我下个礼拜又教你。所以因为你们通常呢听我讲的呢通常有一个反应，叶牧师讲错了，应该是要讲祷告。因为没有那个原文的功效呢就会这样。就以你跟他两个两个不同的意见，一个讲祷告，一个讲感谢。但是你下个礼拜教你们怎么样看那个网站，你就惊讶知道呢那个祷告呢不是它的重要的动词。其实呢 participle 分词呢我们说呢那个是形容词 adjective，我只是变了一个讲如何或者是何时间。所以呢为什么我说为什么我讲到呢第一大点这么强调感谢，因为是也对比保罗在监狱。如果我有时间呢我就用第一节第九节第十节十三节又放另外一个 PowerPoint指那个监狱的字。好，头痛啊啊！我第一大纲的讲感谢的，你们有问题问我吗？我问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动词啊，它确实是这个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就想问，就是说是不是一段经文，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方法来的话，其实我们最终就只能够有一篇的讲章。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你最终就当然就是简练出一些动词，这些动词很重要，比如说感谢，那我们只能讲感谢。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讲祷告？不是讲。祷告那是分词来的，是可能是它的背景啊。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 一段经文，比如说我们把这个腓立门书分段，那么现在分这个分段，我们其实最好就是讲这个，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最好，是一定要。对，那一定要的话就是他只能写一篇讲章了，因为他就是他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他有很多东西玩的，他有命令语气出来，他有 Hina 那个大目的有出来，因为他每一段呢就提升他的他的
他的写的方法了。是，所以就是不光讲动词，还要讲那个所谓的就是后面的那个强调还是什么，我就有点不太明白，就是是。如果他的感谢呢停在一个地方的，你知道他会停在一个地方，停在什么地方呢？你知道没有那个连接词啊，就是重新开始一个动词，那你就知道那个是第一段了段落，跟第一段落呢强调的感谢呢就完全不同的气氛啊。对对，我知道，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么你这一段找出这个感谢这个动词来，所以就只能讲感谢嘛，就不能讲其他的嘛，是这个意思吗？对。OK， 好，明白了，嗯，明白。对，那个讲到啊，就是要求你呢，讲出作者的原意是什么。所以呢，你要找到作者最重要的用什么字，不是祷告，是感谢。明白吗？我明白您的意思，我知道啊，嗯啊，希望帮助你们。好，第二大纲啊，第二个大纲三十六页，三十六页那边呢，他用一段经文呢，8-16节，好，我不念了，好吗？看到吗？8-16节。好，然后我就分析了哈，我的大纲第二大点呢，正面支持他人 ，advocate for others positively， 就是看保罗怎么样正面的为安尼西姆求情嘛哈，但是那个是内容，我们要脱离保罗，脱离腓利门，脱离安尼西姆。有一个超越时间的原则或是教导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超越时间的教导是正面地支持他人，好让听者呢知道他要做什么，他要相信什么，他要变得什么的人，好吗？所以我就说，无论如何，保罗向腓利门有个极大的请求。什么具使保罗要求腓利门愿意聆听和注意呢？第9节是同一个动机，就是彰显在腓利门的爱心。保罗不是指令腓利门，不是命令他，换一句话，不是吩咐啊，我只是吩咐他。保罗怎么样呢？不是看到我的出发由上而下的指示，要腓利门跟着指令他做，他选择我呼吁，我恳求腓利门。这个呼吁呢，恳求呢，原文是 parakaleo 的原意是什么呢？靠近和旁边。Parakaleo 就是说在旁边劝一个人，便请恳求祈求靠近自己。 Parakaleo 自首出现 para 就是平行 parallel parking、啊、平行就是这样，在旁边一个人呼唤他 Kaleo 就是 call。 所以保罗常常用的字呢，就是说我求你 parakaleo， 我不是命令你，我在你旁边呼唤你，很正面的来呼求。保罗下一个 powerpoint， 保罗的吩咐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难服从的。他不想腓利门同意是出于同情，或因为保罗较年长
又或是因他为基督受苦。所以他用我一个老人和囚犯，不要因为这样腓利门服从他。而且呢，第九节，服从因为爱信，爱信呢，他呼唤他凭着爱信，因为爱信是无条件的，是历久不会衰败的。爱信呢，是不是为了一个人配不配的？然后保罗呢，帕拉卡六请求的人是什么呢？被逃走的安尼西姆。这个逃走的安尼西姆呢，保罗称他为儿子，提升至于提摩太同一个地位。刚才提后二章一节，提摩太也是他的儿子。保罗描述安尼西姆有四种被救赎的特征。第一，第九节，他是保罗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他从前没有益处，但如今有益处，暗示他合乎主用。这个益处呢，在提后二章二十一节呢，就是说合乎主用。在提摩太后四章十一节，这个有益处呢，用在传道的事上有益处。所以呢，保罗呢，对安尼西姆有四种的特征：第一，他的儿子；第二，保罗呢，其实呢说他愿意打发他回到腓利门的身边。但是呢，他回去呢有一个新的身份，就是保罗现在称他为他的心上的人。这个呢翻译为心肠，心上的人，或者是他怜悯的人。所以呢，他保罗的打发这个人，已经对保罗自己很有亲密感了。第三的特点呢，保罗呢需要这个安尼西姆侍候他。这个安尼西姆呢做到一个很好的服侍的功能了，他不是一个没用的人。但最重要呢，更深的呢，就是要他回到腓利门身边，放弃他自己不合法的自由。这是安尼西姆现在，因为他逃离他的主人，所以他不合法的，但是他愿意回去。这是好像回老乡这样啊，他要面对自己的困难，因为他要回去，因为他不是合法离开的。所以呢，保罗呢就为他请求。再下一个 PowerPoint 啊，第三个啊，在想象和书写中，保罗仍然有保罗，因为爱是是要干性的哈，不是强迫的，被鼓励但不是勉强的，是主动而不是负义务的，是愿意的，不是带着担忧的，是预备的而不带着后悔的。所以你看到呢，牧师喜欢用很多对比啊，这是叫他来以爱心恳求他啊，所以爱心恳求他就
这里啊，这第三个 PowerPoint 也有五个步啊。因为呢，如果你讲呢，第二大点呢，就是说只有爱心、圈，那个不强的哈，用很多不是勉强的，要干净的那些东西。好，下一个 PowerPoint， 还有。去而保罗听问他说阿尼西姆暂时离开他，或者是叫永远得着他，充分的意思是他不再是被下的奴仆，而是主内的弟兄。因为他用一个 hina 嘛，那个目的句要他得到他是一个弟兄。他弟兄呢，对腓利门来说呢不容易接受，因为什么人在是弟兄呢？如果你看那段经文啊，就是彼得称保罗弟兄，在彼得后书，保罗称退基古为亲爱的弟兄，不但是弟兄，他像他是儿子和心上的人更珍贵。所以呢，保罗说我跟他的关系呢，现在呢你也可以拥有他，但是不是奴隶了，现在他是超越奴隶了。有什么不同呢？一个仆人啊和一个弟兄有什么不同呢？一个仆人是被剥夺自由，没有犹豫，缺少和主人有沟通。相反，一个弟兄是追求关系的建立，尊重肯定和互助，而不是匮乏还归，不是有条件的。所以呢，保罗呢就用这个呼唤他，凭爱心呼唤他能够得到他为弟兄的概念。所以呢，你就分析，用不同的方法来分析。所以我用的呢就是正面地支持他人，所以用保罗怎么样支持这个安尼西姆。好，第二大点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东西要问我？没有，我们就去第三点了哈。第三点很重要的，因为呢，第三点呢，保罗用一个命令语气的，他的命令语气呢，在十七节。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接纳他。这是接纳，原文呢就是命令语气。所以呢，我三点呢，耐心地接纳其他人。第一我不讲了，一个例子哈。第二个 PowerPoint 吧。下一个。Sorry， 下一个是吧？啊，下一个。啊，最后，保罗以命令的方式向腓利门说接纳他。好像接纳保罗一样，
接纳之词不是一般所用的。在圣经中出现258次接受、啊、而这次呢是接纳，因为呢它加上一个连接词，就是 pros， 平常的是 lambano、啊、现在呢就变成 pros lambano， 就是接纳、啊、为什么呢？这个 pros、啊、就是带着什么呢？带着一个带着一个往上去这样的意思 pros、啊、往前面走。所以呢平常呢接受是 lambano， 但是他用的字呢是要接加上这个 pros 的字进去，就是你往前走，往前一步来接受那个人，这是去接纳一个人，要向前去接纳，开始做这是这个路这个动作，做一个呼吁，不要等，主动、啊、这个 pros 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普通的字呢258次呢是 lambano， 但是小数的十次就是加上这个 pros， 这是前面走一步去接受别人。这动词呢小心地特殊地被选用，因它丰富的历史和意外的效果。这个 pros lambano 接纳呢是用在什么地方呢？亚吉拉和百居拉生的差事就是接纳亚波罗。使徒行传18:26说他们呢怎么样讲解更加详细给亚波罗听，就是用这个接纳亚波罗。使徒行传18:2，当保罗的船不行的时候，徒人看待保罗有非常的勤奋，他们怎么样看到保罗全身都不好、啊、射了在水里面，他们接待亚波罗，因为那天很冷、啊、他们从船那边破船嘛，从那个海出来，那个土人呢很热心这样接待他们，没有sashimi他们、啊、就算感谢主了、啊、很怎么样接待呢？用火、啊、烧食物给他们，因为那天下雨天冷。还有罗马书14:3有讲到教会为了食物吃肉和吃素，彼此不安冲突。保罗说接纳信心的软弱的，因为神已经接纳他，这是这个接纳。继续保罗在罗马书15:7就是说如同接纳我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这样做就是说保罗劝腓利门接纳安尼西姆，就是有这个意识，为了神的原因来接纳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好，下一个 PPT。在知识上保罗将自己放在第三个向度，第一，腓利门接纳安尼西姆如同保罗。保罗呢是这个有年纪和为基督被囚的，是腓利门的兄弟，
保罗自己称自己啊是腓利门的兄弟，所以呢保罗要他接纳，要腓利门接纳他这位兄弟，就是好像接纳腓利安尼西姆，好像他这样啊。第二，保罗愿意补偿啊赔偿他的过错，跪在帐上也是命与气，所以他没有损失的，保罗会偿还。如果他觉得很尴尬很难为啊，保罗说在我身上，我帮他付钱。第三，他用的第三声的命令语气畅快，不给他有什么余地来拒绝他，用过了嘛，这是畅快啊。保罗呢很巧妙地小讲原谅，因为接纳是最重会达之原谅。你看到那保罗没有说原谅一个人的，保罗说接纳，保罗是很有规矩的，很有纪律的。当然呢他们这样做呢会导致会原谅的，但是呢现在他不讲这些，他讲接纳。好，三大点啊。好，你们有没有什么要讲有关于第三点，有什么不明白？当然呢你们看你们有时间，这里呢我的内容呢你也可以讲一个小时都可以的，但是因为我浓缩版的都是这样，而且我就讲慢，每一节呢就在 PowerPoint 里面又在分析。啊，总结是这样，总结呢就是这样，以我们的力量和理解是很难接纳一个人，但在基督里是可以的，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们，使荣耀归于神。人是不能受未必而被改变，因着怜悯反而可以，不是愤怒而是接纳，不是愤怒而是出于爱。让我们学习坦诚忍耐 和宽恕别人，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不单是成为同工，不单是同工，我们是当兵的，而且做同伴啊。所以之后呢我通常呢就发很多问题，就是 总结里面的，我就发比如说你是否愿意接纳一个软弱的人，你愿不愿意为了荣耀神恩待一个得罪你的人，你愿不愿意用神，你愿不愿意笑处自己对一个怪错你对待你不好的人你愿不愿意交托你的愤怒给神，出于爱来接待一个得罪你的人你愿不愿意学习坦诚忍耐宽待一个软弱的宽恕一个软弱的人，你愿不愿意在主里面接纳他们为同工当兵的和同伴那我们祷告。通常我就是这样做结束的。好，我们今天呢大概呢我就讲到这里为止好，你们有什么要问我们？